真正。黄忠昌居士为我们做的实验，3年，他闭关，看到古人、念佛人很多3年往生的，他也听我讲。3年功夫成就，还有没有寿命？有，不要了。我现在就想去。他真去了。2年10个月，预知时至，生息了。他给我们做正转了。三转法轮呢，做正转了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呀。那么我们今天念了几十年了，问您哪一天往生还没消息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你不会念吗？你没有意识往生吗？你对这个世界还贪恋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果然一心专念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这一句没有做到了，发菩提心现在没做到。要真做到了不难，这个法门善道大师讲的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我们看到典籍里面所记载的，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，123个人个个往生。所以唐朝善导大师讲万修万人去，那是个例子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这个道场多殊胜。道场成就，你这个道场往生一个就是一尊佛，送去一尊佛，往生10个，你这个道场成就了10尊佛，还得了啊？自古以来，净土宗祖师的道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这个道场不会在圆公大师之下，就是连居士道场都无比殊胜。台中佛教莲社李老师创办的，30多年。虽然自己说1万个人念佛往生的只有2、3个，30多年，1年2、3个，10年就20、30个啊，30年不就100多个了吗？这个居士道场里头也成就100多尊佛，还得了啊？不是假的。
啊，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，啊，才晓得这个法门真的是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呐。我们遇到能不真干吗？啊，真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条件，万缘放下。那什么？那是障碍。障碍放下了，一帆风顺。啊，你也像华严，真的四无碍了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真放下，彻底放下。那我们一生所需要的就这一部经，啊，就这一句佛号。